与冯德伦婚姻绝无问题。舒淇经理人，他们非常 sweet。 结婚未够一年的舒淇与冯德伦传念相见好通助难频生摩擦，上月来舒淇都在网上发文吐苦水，说如果常令自己不开心那就应该分离等字句引发婚姻出现问题，但遭舒淇否认。不过再有报道指舒淇对婚后生活感失望及难以忍受冯德伦的少爷脾气，决定离婚。更有舒淇密友透露二人已分居。舒淇与冯德伦去年九月在布拉格结婚。舒淇经理人管小姐回应传闻称没有离婚这回事，不要黑心做胡乱揣测。舒淇为人感性，在网上留言都只是抒发心情，不是在说她的婚姻。她的婚姻绝对没有问题，他们非常 sweet。 韩国女团少女时代 Tiffany 再次否认恋 Gray。 Tiffany 与 Gray 被指私下非常恩爱。成军十年的韩国女团少女时代少时成员 Tiffany 今日再次被曝与说唱男歌手 Gray 拍拖，但双方再一次否认恋情。报道指二人自2015年底开始交往，更为二人拍拖一事在 Hip Hop 界的 Rapper 都知，二人私底下非常恩爱。不过 Tiffany 所属 SM 娱乐回应为二人只是朋友关系，宋仲基一月东京求婚，乔内宋慧乔公开钻戒感动爆砍韩媒 Dispatch。 于宋仲基与宋慧乔公布婚讯后，就曝光早于1月时拍的双宋于东京约会照片，二人身边还有一帮朋友。有日本网民即在 Twitter 爆料说有朋友在双宋聚餐的餐厅打工，全程目睹过程，指当日其实是求婚派对，乔内不断向朋友搔手上的钻戒，还感动落泪，流露甜蜜幸福笑容。关乎宋仲基在婚讯声明提及，早在今年初已决定跟乔妹共度一生，时间上跟东京约会求婚之说吻合。当日的照片，宋慧乔穿了大长旅，又套上帽遮去上半脸，但有多张相她都开心不耻笑。向来优雅淡定的她确实少见这么开朗笑颜。双宋一月东京密游却未求婚之旅，难怪乔妹笑开怀，阿撒林笑撒娇。男友大方认养自认一把年纪的蔡卓妍，阿撒早前爆出新恋情，被踢爆暗哈百亿麻将馆太子爷石鹏聪 Anthony， 他其后亮相活动时甜笑承认现在好开心。阿瑟日前更被拍到拖住男友密游日本，昨晚两人结束浪漫假期返港，阿瑟刻意和男友分开出闸，行事低调的 Anthony 面对传媒的追访则一脸凝重。阿瑟和男友 Anthony 上周日被拍到由香港机场启程到东京共度甜蜜假期，当时二人表现得十分笔记，但热恋中的两人一到部落机即情不自禁地当众托起手来，还搭讪脖头接烂腰，非常隐忍。不过由于阿 Sub 下星期有工作在身，二人拍拖蜜由日本短短五天，昨晚便结束快闪之旅返港。记者昨晚于机场抵港大堂守候至八时许，一身便装兼扎辫戴口罩的阿萨推着大红行李箱出闸，有两名助手前来接机。他四处张望寻找助手，发现记者的踪影即低下头来，记者上前问他去哪里玩，他满面春风的问去玩罗，追问完的开心吗，他继续绽放淋漓笑容并跳脱的反问关你咩事呢。问到是否首次和男友 Anthony 去旅行，感情有否增进，是否刻意前后脚出闸，有无买手信给家人，
啊，三均未做回应，连番表示好热，似乎是被记者的追番搞到全身发烫。至于问到男友登上封面可有不悦，他则为男友护航。吴迷特别要讲，私人也。当记者问到日本打风可有影响行程，阿三反问细咩，记者笑指二人打风打无甩，他仍然笑而不语。追问是否想玩多几日，两人感情可有再进一步，他即发出嗲声撒娇味，咦，吴好寒辣，私事无人想知，吴讲。他接着步行到停车处登上座驾，期间不忘对记者讲拜拜，便指使回寓所。当阿 sub 现身几分钟后， Anthony 才由另一边闸口推行李出来。他并没戴口罩或帽，容貌全场曝光，被大批传媒围访。他目无表情地讲，无该借鉴。之后落扶手电梯不往停车场，有司机上前帮他拿行李上车。记者问 Anthony 忙得开心吗？是否随后会和阿 sir 家人是否中意阿 sir？ 他全部不回应，之后匆匆上车，车门未关上已随即拉上车帘，继而绝尘而去，指使回避价山价值3亿元的豪宅。